休了长长的春假，早餐终于恢复了。过年吃得太好了，早餐吃点清淡的。剁馅儿包一盘抄手。香菜小葱切小节。小米辣切碎。紫菜放入碗中。香菜、香葱、小米辣和香油、生抽。水开煮抄手。浮浮沉沉几分钟。汤尽量宽点。皮滑下美，汤汁清爽。早安，我们开动了。